哇，都满了！陆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要不然我买点菜回家做。也可以啊，不如去我那儿吧，我离这儿比较近。嗯，好啊。好，走吧。炉子是这样开的。嗯，刀具呢，都在这里。嗯，我知道。我洗菜吧。菜来喽！来，这杯是给你的。谢谢。来，感谢陆老师实习期间对我的照顾。客气了。嗯，看起来很不错啊，等我试试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 太好吃了，那就多吃一点。嗯，陆老师，我父母的事情调查怎么样了？还没查到什么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是北深的生日，也是陆老师的生日。陆老师，生日快乐！北深，生日快乐！ 老师，你刚才许什么愿了？可以说吗？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这里种了好多新苗啊！我每经手一个案子，每解剖一具尸体，我都会。 为他们埋下一颗种子，种上一颗新苗。这一颗是为北深，每一个生命的结束，我希望透过另外一种形式，让他们。 获得重生，人在世的时候，或多或少都有些过不去的地方，谁不愿意重新开始，再活一次？没事。 重新开始吧。
喂，谷主，你没事吧？陆老师，几点了？你没事就好。怎么了，陆老师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继续睡吧，没事。对不起啊。什么呀？ 是不是等结果还得有段时间呢？正好，助理也请假做手术去了，你还给我帮忙呗。帮忙？哎，我呀，帮忙！我，那不要工资。别捣乱，没你的事儿，说正事儿呢啊！别捣乱，凑什么热闹？怎么着，考虑考虑。去你那上班，白领我又没做过。不难，就是跟着我开开会什么的，你肯定能行。说白了，就是花瓶呗。 说话呢，这叫门面担当，知道吗？去吧，姐，这云霄哥给你介绍的工作一定是活少钱多的，这总比你在外面找的那些活强。哎呦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我是真找不着人呢、啊，这人是给我安排的人，我也不放心，还是自己人靠谱。啊，啊，行，嗯。啊啊，哎呦，云霄有这种好事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你，根本就想不到我们，你还不领情？ 行行，我领情还不行吗？哎，不过是先说好啊，我呢只是暂时过去帮你，结果一出来，我还是要回法医中心的。放心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跟你家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好吧，乔总，什么时候上班啊？那下个星期一呗。好吧。
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庆祝我们小初啊脱离考场喽！干杯！陆老师，你好，我是新来实习生刘小雨，主任让我找您报到。哦，你座位在那边。哎，哎，嘉润是不是做过你的助理？谁？谢嘉润啊，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，云云的女儿。我记得她之前好像来你公司了，但这两年也没见过她，她去哪儿了？两年前结婚离职了。结婚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太好了啊！这一间呢，就是我的办公室啊，从今以后也是你的办公室。乔总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已经把桌子挪到里边了。好，走，给您看看。吴初，帮我送一个报告给主任。陆老师，您刚才喊我什么？没有，我叫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哦。啊，好好工作啊！哎，不打扰你了。还有一个小事儿。嗯。我爸妈呀说那个，听说你来公司帮我，特别高兴，所以想让你回家吃个饭。好啊，反正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叔叔阿姨了。哎，那我晚上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带过去啊？不用，带人就行。考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还要谢谢你教我很多。应该做的，晚上一起吃饭，给你庆祝。今晚有事儿，改天吧。晚上几点回家？我去看看乌龙。可能晚一点。门口有钥匙，你可以自己去开。在这儿站着，小初来了。乔叔叔好。你好，小初，好久都不见了。嗯。又抽烟少抽这个儿。我知道。哎，小初，你们先进去，阿姨不喜欢这味儿。去吧。进去了。看谁来了。哎呀，小初。阿姨。哎呦，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阿姨，您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哎呀，真会说话。啊，张嫂，把酒窖我醒的那两瓶酒给拿上来。啊，对了，顺便给顾小姐榨杯石榴汁。您还记得我喜欢喝石榴汁啊？哎呦，别提石榴汁了，你爱的什么他不记得呀？快把你爸叫过来。抽烟呢？不用叫了，我来了。我说啊，阿姨怎么会不记得呢？阿姨可是差点当了你婆婆的人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边吃边聊啊，走，吃饭吃饭吃饭。
小楚，你看啊，你现在跟思思无依无靠，思思还在上学，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。毕竟你跟云霄有约在先，虽然当时没成，可我跟你乔叔叔一直把你当儿媳妇儿的。阿姨，您对我的好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可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……你看，这个是我刚进乔家的时候，云霄的祖母给我的。那现在我把它交到你手上，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用意。白阿姨，我不能收。其实过去的事情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没有过去，所以我不能收。初儿，没事吧？对。喝那么多干嘛？真是。慢点儿，哎呦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喝那么多？喂，你哪儿的钥匙？哎，大半夜的，你在人家姑娘房间里面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我在哪里没必要通知你。我警告你啊，他现在跟我在一块工作呢，以后你离他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行了，你们别吵了，都出去。说你呢，出去啊！你也是，出去。你知道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很快就要进入公安队伍当一名法医，你应该对自己要求更高，不是跑去当一个什么别人的助理。北山，说好一起毕业、结婚、一起旅行，可为什么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儿？为什么？是被杀。心痛解不开，
迷雾千重，我爱的汹涌，你走的从容。你留下的家乡，不得天落地亡。你的秘密，小楚，我们以后永远都在一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再分开了。我会在夜里一直等天亮，天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两天准备出差，能不能拜托你照顾一下乌龙？可以啊，交给我吧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进去。顾初，其实我为你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北辰，是我自己愿意。北深已经死了5年，我们能不能放下过去，给大家一个机会，重新去认识对方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可是，我心里还有他。其实，别说了，对不起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2间景观房，您先办入住，一会儿我带您到处走走，了解一下酒店的情况。10多岁的小孩说是要送到4315房间。小孩？那他说没说是谁让他送的？没有，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。郑经理，郑经理，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，别吓客人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死人了，酒店里死人了。已经封锁现场了，应该没有其他人进去吧。谢谢啊。辛苦了。回川，来。先干活。带他们去录个笔录。好。尸体是巡逻的保安发现的，一发现我们就报警了。大概几点钟啊？差不多凌晨3点左右吧。这个死者你认识吗？认识，我们工程部的员工，叫刘世勇。但是昨天
不需要他值班啊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出现在酒店里啊。请用。这个温泉是什么情况？不像是给客人弄的。是，这个泉眼的温度啊特别高，差不多有80度呢。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，只用在酒店客房的温泉水源。这四周啊，我们还特意围了栅栏，都是上锁的，就怕有客人不小心掉下去。有摄像头吗？这太偏了，没装摄像头，就是保安巡逻的时候路过看一眼。不过刘志勇他有这儿的钥匙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检查设备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了？死者男性，身穿军绿色外套，棕色皮夹克。死者双眼被严重戳伤，两边眼球破裂，体表没有明显的伤痕，全身可见大面积水泡形成，表皮解离，真皮暴露，组织充血肿胀，部分真皮坏死，其他地方未见明显外伤。萌萌，带他做个笔录。好，谢谢。老队，怎么样了？雨太大了，再加上这里都是草地泥土，很难发现有用的脚印。先带回去，慢慢匹配吧。而且围栏没有被破坏过，门钥匙就插在锁眼里，很有可能是死者生前自己开的门。先拍下来，回去验一下指纹。怎么样？深度烫伤，超过全身50%，初步推断，死因是烫死的。死亡时间呢？不超过8小时。身上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没有找到证件，但在口袋里发现一部手机。从现场看，可能是死者在检修设备的时候意外掉下去的，但也不能排除自杀和烫伤的可能性。也不好说，等尸检报告吧。刘志勇平时都负责什么工作？他是我们这儿维修队的队长，平时在酒店负责后勤维修保养工作。他平时都有什么爱好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喝酒、跳舞、泡妞、打麻将，就没有他不会的。我们都叫他夜店小王子。勇哥啊，他平常很大方，隔三差五请我们喝酒。这两天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？没有。昨天晚上在温泉泉眼那么晚了，他有什么工作要做？那个温泉确实是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大半夜去修吧。而且他刘志勇也不是那种自己找活干的模范员工。前两天我们还约今天一起喝酒，说给他庆祝。庆祝什么？升官呗。勇哥上个月刚升队长，得意着呢。刘志勇平时为人怎么样啊？张扬，凡事爱出风头。当然了，人缘是不错，也靠这个混了个队长当。昨天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昨天没有，他昨天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下班说是要去找一个女的。女的？谁呀？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，他也没说，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女朋友，他好像也从来不缺。来，警察同志，这就是刘志勇的桌子，这是他的床，还有行李。这头目呢？我来叫他。喂，小孙，赶快来宿舍，快啊！交给。都带回去，还有电脑。好。曹主管，哎，一会儿还得麻烦你把刘志勇的电话号码给我们写一下。啊，可以可以。昨天晚上下班之后，你一直待在宿舍吗？没有，我去跑活了。我平时拉网约车，赚点外快。东哥，哎，小孙来了，正好。这两位警察同志找你了解刘志勇的情况，配合一下。哦，
刘志勇昨天回到宿舍后什么时候出去的？不到一个小时吧，我记得他换完工装之后在床上玩了会手机就出去了。后来又回来过吗？没有，我也是今天上班之后才知道他出事儿的。最近这两天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吗？不寻常的还真有。勇哥，你快递。等等，团长了，团长了。去，会不会玩啊这个坑货。这什么东西？看不出来，勇哥，你还好这口。他当时脸色不太好，随手就扔出去了。什么样的布娃娃？就是那种穿着古代衣服的，女的。具体没细看。扔哪儿了？